今仔日台湾各地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阵雨，金门跟马祖是多云的天气。今仔明仔载两天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气温方面，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上低30度，上高35度。中部地区上低30度，上高34度。南部地区上低29度，上高34度。东部地区上低29度，上高34度。华岛地区上低27度，上高33度。